些境内的那个。先进个冰镇物质吧。行吧。分啥来着呢？啥货嘞？第一分都啥货嘞？嗯。哦。啥货嘞？啥货嘞？叫我听你听了。哦。我那个中华人嘞，一瞧也没中啊。这个下雨，我那个，这个现在决定下一次。啊，这下雨不是很大雨，那没几天，现在不了大嘞，要没来声嘞，这天天停一天很。哦，他这种没有的，抽不中啊，他也种了，种了什么？就没嘞，他这样的这回场雨吧，经济带上有点重嘞。啊，对，就差了几天没事嘞。差了两天，俺还有一块的，俺还有一块油菜地。要么再洗把那个东西净净的。哦，就东西给我挨那个地是。哦，挨给你的那块儿。啊，那地，那地，那地正好那儿，把那粪撒完后，开车过去净上来。嗯，这还是说替你混点帮忙好。哎，我现在这那个，你看一个，你也挺坏。你有那挨了一水也挺。都挺坏。都挺坏，啥的。咱们是谁的？都是听你到底啥的。就是又是一个村里离人又近，不是别人，那碰碰都先往地走吧，然后我开叫拖拉机。别说了，我在地碰往地走。哦。别了，搁那也拾到货。哦。就去给放把那个地整一下去。哎，把这个树刨，你看。快点吧，赶紧把它。我后面再提来一个树来。啊，再提一个叫小陈红的。好，快不下来，叫他叫来吧。好。我不能，这搁边儿去。我把菜刀给拾回来。这根大。不，大根。这陈红没有啥，这根挺大。哎，掉来了。喂。这老爷几个大根儿，是呗？这挺值应该。咱莫背筐了，背筐了，你把你老自己的背货。来来，哎，这不能都那个啥了，拉回去单抬货。嗯。拉回去是吧？拉回去走。这也不扎那个。我觉着不赖。这是个啥树呀？这个树又是崩一地的，这是哪个树？那是好像是叫了吧？桑叶。太粗了。这可不是桑叶棚，这个是。冬笋树这是。哦，这不是桑叶。说不懂，太大了。下来了，拿出来。把它拿出来，当家当这个豆角家。还用土豆呗？用土豆。哇！把土豆上面吃掉。啥都有用。这都开始浇。三轮车去了，姐，装上去。没事，把三轮车去了。哦，就这把地。
醒过来了。整没了，青芝麻整的吧？热的。整没了，青芝麻整山药地的吧？你看整的还红了，整的地还是不累，挺悬你。咋着呗？咋能种？就主任那上能种，主任我跟你说，帮你这回帮种了，等下回下雨了得种吧。光这一片。光这片这上行了，那边那上草大地上上不得。嗯，那再下雨了才。哦，再下雨种吧。老公，我这手艺不累，小吹了。哦，今年小吹了，今年。啊。这马上也都成老师了。得了，跟谁磨窟窿精了，让老我也跟精的。啊。可老实不了，井底可老实不了。这玩意儿这啥还是不累。这玩意儿咱俩就是挺实呗。井里还甭学，你看。到底是自己一人井了地好，你要是井俩别人井，我们俩开的又猛，井了地有的还是没打住里的。你那放一边。嗯。不放地，放一边，你看。你能给去八棒？哦，那就我跟你说，那嘛都吧，那嘛地别不是也都十多了？哦，得进谁的地里吧？哦，进不了了，那个了还行，能给走八棍？累死了，王站长，站长道。